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现在时刻非常紧急。我要请这个多米多。大家听到现在彩虹视线，有听到这边有一个声音。喜欢在最近小光看到了一个 YouTuber 叫做多米多罗，然后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趣。我刚在他的聊天室留言，然后他们的观众说我是女生，他不认识我。哪不？我们现在就来整整他吧。是小光，虽然我没有看过你的影片，但应该是很大位，请跟我合作吧，小光。Yes. 不要信刚刚那个叫什么？我加入了。刚刚那个叫什么？我已经忘了。来加入多米多罗的影片，然后我们现在用尾声来骗骗他，看他会不会相信。小光跟我，你好。小光跟我告白了，大家好。你们这些这个非现充，现在我已经跟你们不一样了，一直跟。现在我已经上了一个 level 了，因为已经有这个那个了。开心。我已经无法缩在这个小箱子里了，各位，我要去展翅高飞了，各位。我们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讲好话。我终于。登上了大人的楼梯，可以跟我最爱的多罗聊天吗？哪不？那我可以跟我最爱多米多罗。多完了，看来我已经要失去我原本的初衷了。不行，我是边缘人的伙伴呢。可以加我的 Discord 群，然后加我的好友哦，然后打给 Discord 的啊。好，我先加他好友，复制。我要登大郎了。登大郎？他想登大郎，我们让他登大郎频道，我们让多米多罗登大郎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完全没有 say 好，然后观众配合，这是小光光哎、欸，配合我。配合我哪不、啊、还是 potato BBQ 的头像哪不是我们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们的多米多罗被多米多罗震惊围坐，打电话给他。多米多罗震惊围坐，多米多罗要面临这个人生的转捩点。转捩点，恭喜你们能见到多米多罗面临人生的多米多罗。什么叫密我啦？裂点，我看一下，我怎么密多多多罗？小光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打电话给他。喂，哇，喂，你好，我超喜欢你的。你是小光光哦？对啊，我是小光光。其实我很抱歉，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过你的影片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其实是一个那个双生实况主啦。哦。对，然后我的男生的声音是装出来的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哇，谢谢谢谢。这是什么练过的特殊技能吗？对啊对啊，就是。之前想要练这个东西啊，就是用男生声音讲话，感觉很帅。哦，所以你的 YouTube 做得很顺利哦。也没有很顺利啦。然后之前好像在推荐影片看到你在介绍那个，介绍一些很粪的动画、啊，我超喜欢的。哦。最喜欢的是那个，你每次都会说再见，再见，超可爱，超喜欢你的，超喜，哦，超喜哦，那跟我去看咖啡喝电影了没？啊、没有哎、欸，我只看你的。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？我应该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前看到你的频道，然后你介绍的东西我都蛮有共鸣的。超喜欢哦，蛮有共鸣的哦。对啊，比如说什么呢？比如说再见，再见。哦，有啦，我是男的啦。啊？
我是男的啦。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？没有，那是我男朋友，我男朋友。好恐怖哦。那是我男朋友啦，我男朋友啊，不是，那是我男朋友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女的。啊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没有啊，就对我男朋友他在我旁边。原来，哦，真是男友很好哦，欸，很好哦。好啦，不准你了，我是男的啦，我是男的啦。对啊，我是男的。啊，所以他真的是男的。我真的是男的，观众在骗你。你是女的。观众在骗你啊，观众。你好腰发小啊。我要挂电话。再见。什么大变男的啊？哎，没有啦，男的不好吗？男的不会怀孕啊？啊，我们不能在一起吗？变了，欸，我们是不能在一起吗？我超爱你的，欸，我真的200%被骗了，可恶！哎，你不用再自己整自己了，现在有人陪你来整你自己了。我不喜欢骗人的人。好，可是我真的很爱你耶，欸！啊，不然我可以用女生的声音跟你告白。好啦。多米多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别听，我觉得好不舒服。拜托了，多米多，你不要讨厌我啦。好恐怖啦！我们这样算 fit 吗？我只觉得，看来我被整了。没，所谓的整人大成功。整人大成功，哎，真的整人大成功。我觉得下蛊耶！我真的以为有正妹。我是正妹啊，我是正妹，只是看起来正的不明显，正的比较不明显呐，啊。笑死！加油加油！我真的觉得你的频道真的超有特色的，我超喜欢。谢谢。我会继续关注你了。哦，我也会加减关注你。加减？不用啦，不用啦，好不好？不用啦，不用啦，超喜欢你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謝謝你继续开台。好，你们观众还会骗你耶？我想说，好，观众直接骗，那我就来骗好了。哇，好恐怖！竟然直接串通好了。欸，没有呢，我们没有 say 好呢。他看到他们都在说我是女的，哎，欸，好像不错哦，那我们就来。我就真的以为女的，很北西耶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我继续看你的频道，拜拜。拜拜！我真的会被你们给气死哎，欸，好丢脸哦！我刚刚还很得意忘形，以为看来我终于要踏上大人的楼梯了。这个多米多罗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北七真的好笑，弄一个什么女生 VTuber 的头像。没想到你们竟然联合起来让我这么羞耻，我要关台了，关台受不了了。对，有没有挑战史上最速失恋？大概5分钟吧。哎，很会骗嘛，喇叭。我已经无法信任任何人了，都是你们害我改变的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如果早知道，我就不会去他那里了。喇叭，什么小光啊？男孩子在外面都要好好保护自己，我不会再相信网络恋情了。我现在开始怀疑芝姐姐其实是不是也是男的。啊，完蛋了，怀疑很深了。我频道刚开始创成期直到现在一直都支持我的最棒的女粉丝，该不会到头来其实也是男的。我是芝姐姐，我无法再相信你了，别担心，外面因为我没有看过他长什么样子。哦，这个安妮其实也是男的。
旁边欢迎人生，我是个案，千万别担心外面美好的拉布。谢谢小光给我赞助拉布，果然大伟 YouTuber 出手就是不一样，并没有。现在我现在连声音都不能相信了，就算我跟师姐姐 call in 过，我也无法相信她是女的啊。那你说你是女的，谁跟你还分手？谁跟你在一起啊？北七哎、欸！没想到他的女生的声音学得这么像拉布，我已经陷入了这个性别混乱状态了，现在无法相信任何人的拉布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临时的整人就到这边，好不好？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去关注一下这位多米多罗，他是一个讲评动漫很厉害的一个，那很有特色的一个 YouTuber。我实在没想到我自己竟然会就这么容易就中了你们的陷阱呢。